第一时间观时事解局势。大家好，今日要讲嘅第一个话题系中共耀武扬威对外军演示，后院却烧咗起嚟。不仅疫情仍喺中国各地肆虐，日前仲爆出发现新病毒，叫狼牙病毒，至少有35例个案。由于其近亲系立白病毒，致死率高达 75%， 因此引发外界高度关注。然而中共官方却不见相关通报，官媒亦几乎冇报道，令人寒心。四号，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刘伟教授、方立群教授、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黄林发教授等人合作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的山东和河南等两省发现一种可感染人类的动物原性亨尼帕病毒，并将其命名为狼牙病毒。与此同时，研究发现出山东和河南两省出现35例个案，其中26位为感染狼牙病毒。是这样，狼牙病毒是否在人类存在致命危机？人传人之间的传染几率有多少？是不是会成为继武汉肺炎病毒之后的另一波大流行，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中华民国防疫学会理事长黄任贤接受信传媒电访时表示，他认为狼牙病毒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因为要回溯去找26人一定要一段时间。不过他表示，只要是人畜共通的疾病，避免同这个畜接触，大概就没问题。台大医院小儿感染主治医师黄立文则认为，狼牙病毒仍有致命的可能性，因为是新病毒，而且他的亲戚立白病毒就曾发生过传到人身上致命。所谓狼牙病毒是同属于立白病毒，根据过往的医学文献资料记录，立白病毒的死亡率高达 75%。 如今医学界虽然尚未发现狼牙病毒人传人个案，但黄立文提醒，如果狼牙病毒持续传播，它每次传到人身上后就会尝试做人传人的动作，每次都有机会会成功。假设有千分之一的机会传一千次给人的时候，就有一次人会传给人，人传人后就有机会开始适应人，这个效率就会提高。是这样，要怎样防狼牙病毒呢？黄立文认为目前最重要的防范有两个重点。第一，我们要有能力做 PCR。第二，我们要发医界通函给医界的人知道。但吊诡的是，就在外界高度关注狼牙病毒是否对人类有致命危机，如何预防以免感染之时，中共官媒对山东和河南出现的个案未作出详细说明。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初总部位于荷兰的一家非营利组织药品可及性基金会就曾发出警告，立白病毒已在中国爆发。该组织的执行董事艾爷仲提醒话，立白病毒在中国爆发后将是一场具有抗药性的病毒感染大流行。不过官方针对相关信息仍没有再更多说明和提醒。中共官方这种态度不禁让人想起2020年武汉肺炎大爆发风波时，中共不但未采取紧急措施，甚至还引匿疫情可人传人，阻止吹哨人对外示警。而在疫情失控扩散全球后，中共不但全盘否认外界质疑，甚至仲以全球抗疫最成功的国家自居，反大肆批评他国防疫不力，令外界感到不可思议。好，我首先讲一句古语，叫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在中共闹得全球天怒人怨之际，病灾降临难道不正常的咩？我一直强调，中共不是中国，而且中共不好好照顾人民，仲大搞军武，乱搞疫情防治，所有中国人都应该谴责。再来，我认为中共官员除了为了乌纱帽而不敢提之外，仲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不提亦无差。我用简单一句话总结其想法，韭菜死几多关他们什么事？好，刚才讲的是第一个话题，接下来要讲的是近日百度、微博科技等发动资讯战，试图建立台湾实景图。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接住推文话，台北有好多间大陆地方菜餐厅，所以台湾是中共一部分，顿时引发中国国内和国际上的嘲笑。华春莹7号晚上发推文称，根据百度地区显示，台北总共有38家山东饺子馆，
67+山西面馆，而美国唔会呃人，台湾一直系中共嘅一部分，失散多年嘅孩子终会回家。不过，美国国务院前发言人奥塔格斯对此嘲讽话：中国有超过8500家肯德基快餐店，味蕾唔会呃人，中国始终系肯塔基州嘅一部分，失散多年嘅孩子终会回家。仲有网友跟帖话：南京有60多个日料店。所以南京是大日本帝国的一部分，为什么要干涉日本帝国的内政？台湾立法委员黄定宇在脸书回应说，来看看笑话，看看几咁打脸，美国不会骗人，是不是要统计一下中国有几多麦当劳和肯德基，用不用数一下中国有几家日本菜、韩国菜、印度菜、泰国菜。所以中国一直是美国、日本、韩国、印度、泰国的一部分啦，要唔要统计一下台北有几多家日式料理、韩式料理、麦当劳、肯德基呢？按照中国发言人的幼稚逻辑，台湾是好多国家的一部分啦。更有网友指出重点，质问华春莹：点解你哋可以上推特，我哋到咗内地就上唔到，要举报佢翻墙？有网友想问佢用嘅系边一家嘅 VPN？ 好，我认为华春莹嘅比喻系不伦不类。大家亦都睇得出，除咗美食谬论之外，中华民国压今111年，而中共建政仅72年，但系华大妈居然话台湾系中共嘅孩子，真系好奇葩嘅逻辑。而且若依照中共嘅逻辑，呢一种讲法咪即系将台湾从中共身上攞出去，从而打脸想吞并台湾嘅习近平咩？咁唔系喺度俾外势力递刀子，借机发挥咩？我只能够话华大妈做得好。另外，有钻研历史的观众可能明白，中共并没有取消中华民国国号。根据毛泽东生平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没有直接沿袭中华民国国号。那实际上就让中共政权从本质上失去了统治合法性，同时亦部分解释了中共为什么要急于吞并台湾的原因。毕竟只要中华民国存在，是咁中共呢一个非法政权分裂咗中华民国嘅历史，就会永远被人们记住。至于中共急于吞并台湾嘅另一个原因，当然就系奴役全球嘅首要行程。亦因此，即使台湾咩都唔做，态度亦良好，中共仲都系能随便搵个理由打压，毫不存在所谓佩洛西问题。对中共而言，台湾若越表现软弱，佢则越显示霸道，步步紧逼，直到台湾无条件投降。绝对没有别路可走。如今的中共自己证明了中国威胁论是货真价实的存在，亦证实了台湾有事世界有事，更敲醒了西方国家的警钟，未来中共前方的道路将形同泥淖。我做个总结，我在节目中讲到中国爆发新病毒，并且近亲病毒致死率高达 75% 的新闻，并认为中国人只是韭菜，死几多中共官员都唔会掉一滴伤心嘅眼泪，若掉眼泪仲得担心系猫哭耗子，假慈悲啊！另外，我仲提及华春莹美食说打脸习近平，系俾境外势力递刀子嘅消息，并分析华大妈呢一种高级黑嘅事情，以后可以多啲做啊！全球人民都引颈瞧望住啊！好，今日就讲到呢一度，恳请各位订阅、分享同点赞，你嘅支持就系我做好节目嘅最大动力。亦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发表高见，第一时间视频在先，我们下次再见。